盛长玉，我们离婚了。哟，宁家丫头怎么又来了？也怪管家不提早通知我，让你跪了两个时辰。老夫人，我父亲被困前线，这场平乱。 是督军盛长玉的命令，可我父兄受困，督军并不派兵增援，求老夫人帮帮忙，救救我阿爸和兄长。你先别急，我这就叫常玉增援皖南。不过，常玉身旁只有两位姨太太，我们督军府需要一位能压得住的正气。 能嫁他是我的福气。您不该答应的，这督军府水太深了。世道飘摇，嫁谁不是嫁？见识见识督军府的后院，也无妨。 听说督军今日，你别有什么风言风语传到外面。先生，小姐，你是女人，还会开车？女人就不能开车吗？你拦我是有何事？我们的车没油了，你车上有柴油吗？我没有多预备的。抱歉，打扰了。 你确定没油了？汽车发动不了，肯定是没油了。先生，可借由我看看。这下好了，试一下，应该能发动了。小姐，还会修车？小故障会，大的问题。 这么巧，是他。多谢了。怎么称呼？打着火了。名字的话，下次见面你就知道了。怎么又有人拦路？你好呀，宁四小姐，我是督军府的二姨太凡凡。 放心，我不吃人，就是提前来瞧瞧未来的当家主母长什么样子。瞧清楚了吗？宁四小姐，送你一个礼物，新式的勃朗宁，见过吗？啊！真是愚蠢，堂都没上。我父亲五辈学堂毕业。 我家兄长个个都念军校，你在我面前耍枪，你能如何？拿着枪还敢打我不成？你敢开枪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你是盛长玉的二姨太，你会后悔的，督军不会放过你的。那你告状去吧，正好，我也想知道他是什么态度。 子弹就不会只是擦伤你的胳膊了。明真，不信你在盛家会好过。四小姐，名字的话，下次见面你就知道。是你，督军。没想到四小姐除了会修车，还会玩枪。盛长玉是在怪罪。
我对二姨太动手吧。多金谬赞，伶牙俐齿。小姐，听说码头发生了爆炸，是北方总统府的游轮，此事关乎重大，姑爷今晚应该是不会来了。往后叫我夫人，别叫她姑爷。我嫁的是督军。可小姐，今晚之后我就是这儿的人，督军有他的督军府，往后咱们就和姨太们一样，都是伺候老夫人的，摆正自己的位置。督军父亲新婚当晚没来，后面也一直没露面，毕竟有二姨娘常伴督军左右，督军夫人看来完全是个摆设。夫人，你没督军宠爱，又无掌家权，以后如何在后院活下去呀？曹妈，我进后宅不是为了争风吃醋的。还有三姨太，又是老夫人指定协力后院事务的，这么没规矩，自行请罚去。夫人，老夫人说今天小厨房做的莲子羹很好，特意叫了我来，不知道您这边吃饭了没？若是没有，就去尝尝。阿杜也坐下，一起吃吧。嗯，坐下一起吃吧。真儿，你进门也有些日子了，家里的管事对牌和钥匙，母妈打算都交给你。试探我有没有掌家的野心。母妈，现在是您自己管家，三姨太帮衬您理事。我呀，刚嫁过来，身子不是很好，恐怕将来子嗣艰难，想先调养调养身子。你这个孩子看起来很是淡薄。但是最近我回娘家，母亲和祖母都夸我的脸色红润了许多，我想是母妈养得好。夫人，宁家来电话了，我去一下。他没有那些时髦千金的天真，你在他面前得谨慎些。母妈，督军至今也没到他房里过夜。你去传话，叫他回来一趟。督军，老宅传话喊您回去一趟。不想去老宅？别明知故问。你都结婚了，督军逃避毫无用处。我听副官说，你的新夫人随手打了凡凡一枪。可不是，谢谢督军给我出气。是啊，很糟糕的枪法，闭着眼睛打都不至于打这么差。你说他们宁家人是不是都这个德行？没什么本事，却爱显摆。哦，你小子喜欢枪法好的女人。本来以为他不一样，结果也是个被宠坏的大小姐罢了。哪里不一样？没什么。你先回老宅。是，督军。哎，到底哪里不一样？讨论正事。北方总统府的太子爷来了。哎，夫人这会儿在老宅里吗？在。督军又不是死了，你成天垮着个寡妇脸，真够晦气的。你竟敢到老宅撒野！我就是撒野，你能如何？要不是时代变了，贱人踏入老宅大门，都是要被打吞的。妈谁？啊、放肆！你们都是死人吗？看着他行凶，督军夫人也是死的。四处现在要闹一出。三姨太她羞辱督军，也羞辱您，我才出手教训她的。母妈，我没有。你有什么资格教训她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是督军的人。
老夫人，你想要打就打，是绝不会容许阿猫阿狗如此进去。真儿，这个事情交给你处理。今日这事都是二姨太凡凡的错。二姨太到老宅挑衅，用意不明，又主动打人，错上加错。老夫人，罚他跪七日四。好儿媳，你敢？我是督军的人，督军是老夫人生的，你一再抬出督军，就是在挑拨他们的母子关系，其心可诛。来人，把凡凡给我关起来。别碰我。站住，再跑我就开枪了。凡凡，竟敢又挑衅我。好，随身带枪。你再不站住，我就要打穿你的左边肩膀。三二一。二。他真以为自己可以直打他？一。竟然打中了。在老夫人面前吓我脸子，你放开我！我看你是忘了当日的教训了。宁真，督巡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，夫人又对我开枪。别吵了，我看看。好枪法。叫医生。凡凡怎么样了？左边的肩膀被打穿了。常玉，今日之事。今日凡凡对夫人不敬，实在不像话。日头打从西边出来了，平日里你对凡凡维护得紧，如何犯错你都替他收拾，今儿个怎么也说了句公道话。夫人是怎么？我罚他跪七日祠堂。行，就照夫人说的办。你枪法不错。小时候跟哥哥们一起学的。你如今是我妻子。是，督军。那凡凡是我的姨太太，你今日这样对她恰当吗？不太恰当。哪里不恰当？她挑拨督军和老夫人的关系，惩罚她，她居然敢跑，就应该就地枪决。就地枪决。你是这么觉得的？你是真这么觉得的？我没打死他，的确不恰当。只因家里女眷众多，见了死人，他们都胆子小，害怕。孝道为先，惊扰了老夫人也不好，所以才饶了的。处置的不错，沈夫人。你做好你这个督军夫人，面子里子我都给，要是生了别的心思，我一枪崩了你。是，督军，那我就不叨扰督军休息了。站住，今天晚上有个牌局，你陪我去。会打牌吗？会。有多会？我会发牌算牌，如果让我来，我可以让您赢一个晚上。
坐。婵玉。来了。胤禛，你可以叫我博生。军需处处长的小公子。今晚这牌局看来不简单。你说过让我要是输了一本你知道好吗？督军请放心。还喂的不错，你倒是会察言观色，要不然一起去吃个夜宵啊。督军，我们回府吃吧，现在天太晚了，都关门了，好像只有饺子馄饨的小贩还在。你疗养几年？三年。三年就养成了羊胃口，馄饨饺子吃不习惯。哎，等会儿多少吃点吧，我请客。他平时不这样，肯定打牌打坏脑子了。小姐，你是歌星吗？长这么漂亮。程天，我们在吃饭，麻烦你让一让。陈爷跟你们搭话是你们的福气，别不识抬举啊。等会儿陪我们去玩玩，我们那儿有的是好酒。哎，你是哪家的呀？臭娘们，你他妈谁呀？去哪儿？听不懂人话呀？我问你。想带我夫人去哪儿玩？你知道我们爷是……在老子的地盘，还敢称爷？长长记性！再也不敢了，放过我们吧！怕吗？怕他们被罚得不够。晦气死了！爷饶命啊！督军，擦擦。我们回老宅。我跟我妈说过了，回宁家。着火了，两派火拼，烧了家店铺，没什么。胤禛，你快跑，活下来，你一定要活下来。胤禛，你现在这样又是什么意思？我说一套做一套，虚伪至极，不愧是宁周彤的女儿。做好你的督军夫人，安分守己，老宅该给你的待遇一分都不少。知道了，督军。下车。谢谢督军送我回来。
啊，送他回去了。我和你说，你不在，他比那些交际花还轻浮。以往多少女人黏着你，都不见你这么说。他对你干了什么？你反应这么大？你管他对老子做了什么？你们家的人，我没看错他们。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？你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的意思是我不值得宁家女儿削尖脑袋钻营？倒也不是。长月，你对宁周彤偏见很深，说实话，他是个蛮有才干的人。但他有野心。你手下这些老师长每个野心都大，相比较宁周彤是个挺聪明的人了。聪明人会想造反？那不是你逼的吗？你都打人家脸了还不许人家反抗？他是你的下属，不是你的奴才。臣子跟奴才不一样，一个君王手下全是奴才，这江山根本坐不稳的。不是，你是哪边的人呢？你怎么总帮着宁家人说话？哎，随便你吧，你不听算了。不是有三分姿色就可以休想做我的女人？我为何娶你，外头人不知道，你是清楚的。说一套做一套，虚伪至极，不愧是你。那里生长玉兔影，阿爸。事情怎么样了？小妹不要担心了，父亲已经没有起兵的念头了。阿爸，这次督军不派兵增援你，就是想让你起兵造反，他好事出有因。那你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把自己给嫁了呀。我这回来以后才知道。阿爸，咱们家的生死捏在他的手里，我嫁进去了，他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咱们和他的关系啊也能缓和几分吗？他对你好吗？他对我挺好的，阿爸放心。嗯，哦，是啊，阿爸，小妹呢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和小妹聚在一起，今天晚上一起去法餐厅吃饭，那家的味道特别的好。哎，阿爸，小妹去哪里啊？去车上，金暖把外披落在车上了。我去帮嫂子拿吧，你们先上去。这么久不见，如今见了我，都不打招呼吗？文先生，我在苏城有些日子了，四小姐见到我，也不问问我在做什么。不该问的事情我不问，我很有分寸。我想问，聊什么？我需要见你父亲。你想做什么？不是私事。四月初，北方总统府游轮在苏城进港时发生爆炸，死了十二名要员。是新婚夜多久没来的那晚。我父亲他管不了这件事。我在苏城。宁真，你现在还嫁了人，你心事弟弟，我不想跟你翻旧账，请你父亲帮帮我。宁真，你一定会成为我的妻子，我会对你千千万万的好。宁真，快跑！不要管我！他的曾经不是你拿来威胁我让我父亲涉险的理由。什么曾经？
什么曾经？文太子爷在苏城无事生非也有段日子了，如今居然欺负我夫人。督军真是颠倒黑白，我只是奉命查案，你不配合还处处刁难，竟说我无事生非。你爹在老子面前也得客客气气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小小地头蛇，卑劣无耻。文太子爷，消消火，事儿你都办不成，也不好交差吧？我为何办不成事儿？不还得问问你们吗？你问我，那我就回答你，因为你草包，有本事叫你爹出兵攻打老子，想在老子的地盘上耍威风，你还差点。小小池塘，也就是蛤蟆乱叫称王，你想让我耍威风，我还嫌损格调。放肆！敢对督军不敬！督军，不要为了这件事伤了南北两方的和气。文特派员，你求我父亲的那件事，我们帮不了你，请你离开。这么好的枪法，别浪费了。宁可叫别人流血，别让自己流泪。赶紧打发了文卫撵走才是正经事。不是我不肯，但他非咬着咱们不放，把幽轮爆炸的事安在咱们头上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不是我说，幽轮的事你做得太过了，不该在靖港动手。错都错了，算了。宁真和姓文的好像认识，要不我帮你查查看他俩什么关系。我管他俩是什么关系。你不好奇？不过如果你要查的话，到时候查的怎么样你也给我一份。毕竟宁真是我妻子。不愧是督军，浩探都没你的嘴硬。宁真，二姨太怎么有空来我这儿？今日中秋，督军回府，我不就跟着回来了？哎呀，这屋倒是有些热。二姨太常伴督军左右，督军回府还有空来看我，看来督军也不是时刻需要你。我好心提醒你，今日中秋家宴，督军回府，让你提前做准备。没想到你这么不识好歹，既然你不欢迎我，那我就不多留了。您听听他这话，您正经的夫人，他一个小妾算什么？上门挑衅。我认识的凡凡可不是这么好心的人，会是因为什么呢？草妈，你去我的嫁妆箱里找件东西。哦，找了半天，我的皮草忘了。宁真，你是故意的？巧合罢了，你知道我的，我都是直接动枪的。你等着，我一定要告诉督军。督军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。换个座。啊，我吗？
是吗？这是夫人的座位，你有点规矩。好疼！怎么回事啊？我来看看。啊！流血了。啊！疼！衣领里有针，你针，你好歹毒的心思！你妒忌督军宠爱我，就想用针扎死我。我今日只在你屋里脱下过外套。二姨太这个意思是，我提前知道你要回来，就提前藏了针，还藏在了你的皮草里。谁知道你用的什么诡计？你伤我身子，就是想让督军厌弃我，不再要我。你对我委屈什么？这针不是我藏的，难不成还能是我自己放进去的？是啊，二姨太总不会想要自己害自己吧？夫人见他一次，他就要受伤一次。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是他自己说的。你，哎，好了。宁真是督军夫人，无论是在督军府还是老宅，没有人能够质疑她。阿姨，你居然如此包庇她。何来包庇？你平日都不住老宅，她有什么理由害你？要是你想保全夫人的脸面，那我忍下这个委屈就是了。那针是你放的吗？当然不是。那就不是。你不承认也没用。衣裳在这里，针也在这里，你还能说是我自己从家里面带出来的不成？难道不是？够了，好好的中秋搞得不得安宁。来人，把宁真院子里的人都关起来，挨个审。慢着，母妈这个意思是母妈怀疑我。我就说了一个审字，你跟我抬什么杠？不敢，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。母妈，我才是督军府明媒正娶的太太，如今因为一个小妾的一句话，母妈就要审我的人。母妈，你把我的脸面置于何地？你要脸面，他要公平，一个两个我就做不了主了吗？哦，那既然母妈做不了主，那就把家交给儿媳妇当吧。我一心为了这个家，你怎么能让我如此伤心？先查清楚再办事嘛。无论是凡凡还是宁真，都用证据说话，彻查整个老宅。且慢，督军不必大动公布。什么意思？其实我刚才就想说了，这件有问题的皮草不是二姨太，是我的。你胡说，这明明是我的。我跟二姨太刚刚在门口撞上，你的跟我的样式很像，二姨太错拿了我的。怎么可能？不信的话，二姨太看看里面是不是绣有一个针字。怎么会是你？怎么会是你的？这件衣服真不是你的？是不是我的？我怎么知道？那就是说这个针是针对我的，如果不是二姨太拿错了我的衣服，那现在被针扎的就是我了。现在看来，母妈也不是很会断案。凡凡，你又出来搞事情。是三姨太。皮草是冬季的衣服，是夫人带来的嫁妆吧？嫁妆香笼是三姨太在保管，一定是她。住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是不是你？督军和母妈自然会调查清楚。阿杜绝对不会是这种人，我相信他的为人。这个事情以后再议。阿玉，我想先取包扎，伤口一直在流血，很疼。等等，你就这么走了？夫人，是我不对，不该没调查清楚就冤枉您，请看在我受伤的份上原谅我。希望二姨太下次放聪明些，查清楚了再发作。
谢谢夫人。阿玉，那我先去医馆了。督军，我也先走了。我也吃饱了，自己吃吧。阿杜，吃饭。是。督军，这是也要回去了？老子饭还没吃呢。那我请您在外头吃，饺子馄饨都可以。我去你院里吃。今天的事给我理一遍。督军，这是怀疑我。只是好奇。二姨太凡凡蓄意接近我，一看就图谋不轨，我嫌麻烦就一块处理了。三姨太确实冤枉，回头我送她一只翡翠镯子当赔礼好了。你还挺谨慎的。宁周同也是个很谨慎的人，还时不时给我说教，特别烦人。不过谨慎有时候也并非坏事。他对父亲的评价居然变好了。我今天帮了你忙，你打算怎么感谢我？今天谢谢督军。晚秋芙蓉最娇贵，天下第一娇美花，送给督军。五妈亲手煮的，来，我也想吃。我们阿蓉快快长大。五妈，我生辰也想吃你煮的。让厨房去准备。为什么只有弟弟有，我没有？来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你是哥哥，要让给弟弟。来，什么时候我也能被人偏爱一次？你还挺会讨巧的。送给督军。发生什么？吓我一跳。那芙蓉花哪有不漂亮的？宁真送的。啊，花这么惦记，你就对人没想法？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宁真比较适合在老宅夫人的位置上。老宅夫人不能做枕边人？你不是不知道我的忌讳。我的枕边人不能是老宅的人，更不能是宁家的人。既然如此，这花你未必喜欢，不如送给我。你多大脸面啊！我夫人送我的花送给你。要我说，宁真厉害，枪打得好，牌打得好，最关键人长得也好，还是宁周同会叫女儿。所以你对宁家呢，不要偏见那么深。他们忠心耿耿，你别老当成逆臣对待。宁周同一天到晚都在军中，哪有时间教女儿？得了吧你！你现在嘴硬，我就看你以后会不会叫他一声岳父。你再废话，我罚你一百军棍！拜拜了您嘞！我，青暖，今日怎么过来了？今日休沐，来看看你。心情不好。没，那个二姨她又搞事，被我识破了。你有没有事啊？无事。本以为呢，督军会偏向二姨太，结果他却偏向了我。你是督军夫人，督军府的门面。
我只是替你觉得委屈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我们要好的时候说的是要嫁什么样的男人，他是什么样的性格、品行、样貌。多虑了。我才没有呢，你现在跟我聊天聊的什么呀？都姨太太，你才嫁过去半年，灵魂都被那大宅院吸走了。督军府跟工作一样，工作只要我能找到其中的规律呢，我就能在督军府如鱼得水。所以呢，我要是不想干了就辞职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事儿，走，我们去逛洋行去。哎，正儿，这两双鞋看看哪双适合你二哥。左边那双还行，要不你再往里面看看。你们到底买不买？不买赶紧滚。你是谁？这是苏荣，督军旧部苏家的遗孤，仗着督军的名声平日里作威作福惯了。怎么，这洋行是你家开的？还真被你给说对了，这宁家的人呢，赶紧给我滚出去。放肆，竟然敢对督军夫人这样讲话。督军夫人名不副实罢了，整个苏城谁不知督军最恨宁家人。那也轮不到你在这侮辱我们宁家人。宁小姐，督军本来要娶的是我姐，旁人的位置好坐吗？当然好坐，这位置我不光要坐，我还要在他的坟头上坐一坐。你他妈找死！苏少对女人动手了。北方总统府的太子爷，你也要来我苏城耍耍威风？宁真，你怎么到哪儿都能惹麻烦？是麻烦找上我。文卫年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。如果这个闲事我偏要管，他。再敢动一下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夫人，没事吧？行啊，在苏城还敢带这么多的人？手下不太懂事。督军，别动枪啊！今天我也是碰巧遇到宁真被人欺负，所以啊才动手。既然督军已经来了，那宁真也就安全了。我就先走了。是宁家的人侮辱我们苏家大少爷的呀！没错，督军，是宁家的人故意拦路。他们问你话吗？督军，督军，我刁难我。督军，你先消消气，一个巴掌他拍不响。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夫人，要不你去教教他，一个巴掌到底能有多响？督军，督军，我错了。督军，我消气了。那既然我夫人气消了，我们走吧。督军，我们呢？博生，交给你。啊？停车！
怎么突然又生气了？先道歉吧。那个，督军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跟苏荣他们起冲突。是不该起冲突，还是不该见其他人？啊？你的一举一动都关乎我的面子，失了督军夫人的威仪，你等着挨枪子。是，我明白。明白什么了？宁晨替你解围的何止我一人。四小姐，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去。多谢。宁真，你人在督军府过得并不开心，当时为什么不留在伦敦？文先生，这是我的私事。宁真，我来苏城是为了调查真相，但盛长玉一直阻碍我，我希望你能帮我。怎么帮？你人在督军府，如果能找到游轮大文先生，我现在是督军夫人，这种话请你以后不要再说了。梁宇死了，你欠我们文家一个很大的人情，现在我来要这个人情。太子爷这么有闲情啊，送我夫人回家。我与夫人是旧识，这不叫多管闲事，这叫雪中送炭。督军，他是好心送我回来，不要为难他。闭嘴，回去。你现在这是要跟我叫板？督军一向自傲，竟然这么看得起我，多谢督军高看。看得起你，也要你识抬举。确实是抬举了。只不过跟夫人多说了两句话，督军就着急吃醋了。似乎在感情方面，督军的自傲降低了不少。夫人，督军已经好些日子没回老宅了，是不是因为那天您跟苏家的事生气？不用管，我还能左右督军。夫人，督军这几日发烧病得严重，老夫人请您去看一看。生病了？失了督军夫人的威仪，你等着挨枪子。恐怕督军不愿意见我，他正生病，心情不好。你去回禀老夫人一下，就说我就不去他面前碍眼了。夫人，老夫人吩咐了，您若是不去，也要打电话关心一下。博生，是我。督军好些了吗？你这么关心他，你俩感情不错嘛？你自己亲自来看看呗。是老夫人担心。哎呦，我知道你俩在搞什么情趣，对吧？我阿爸那么大年纪，他说骂就骂，更何况我，我哪敢跟他搞什么情趣？你胡说什么？督军病得都快死了。你自己来看看吧。就这样，我派人去接你。等等，我。药喝完了？你盯那么紧干什么？烦死了。跟你说个不烦的，老宅一会有人来探病哦。谁啊？你猜猜。某人特意打电话问我，我说你病得都快死了，给我个面子，别把他拦在外面。行，
我听到声了，有人来送汤药和点心了。你慢慢喝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哎，林大伟啊。不是你，夫人知道您生病了，特意让我过来照顾。夫人，夫人叫你来的是吧？那你留下吧。您派三姨太探病那日起，他留在督军府半月有余了。哼，那督军病得还挺重。宁真，我来看你了，在聊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今日休沐，一块去野餐。行啊，那先去买个栗子蛋糕一起吃。嗯，哎，走走走，你开车带我。好。别抽了，十个盛长鱼你都凑不出一个好肺来。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半个月都没回老宅了吧？那有人不想见我，我回去干什么？就说宁真得了呗。不是，你俩到底闹什么呀？那天我哎，那不是你的督军夫人吗？哎，宁真，宁真，哎哎。宁真，宁真，没听到吧？太远了。没听到，明明是装聋作哑，跑那么快干什么呀？赶上投胎啊？万一他有事呢？你干嘛老这么想人家？你不会以为他在躲你吧？那你说他躲我做什么？以前不是赶着投怀送抱吗？啊，现在他指定不知道找到了什么靠山。不然大哥，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上次骂了他，他还在生气呢？骂他？我骂他怎么了？他爹在我面前都要挨骂，他挨骂生什么气啊？笑什么呀？笑你们不愧是夫妻啊，想的都一样。我上次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，我阿爸这么大年纪，督军说骂就骂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谁惯了他大小姐脾气？哎呦，女人嘛，脸皮薄，你哄哄就好了呀。哄哄啊？上次发着高烧走路都打飘，我都给他撑场子去，你说我做的还不够吗？啊，这他上文未年的车，我生气了吗？生气了，好大的气。是，我是生气了。那他生什么气？走，去看看他到底有多丧良心。你这口气啊，最好一路硬到宁春面前去，跟我嘴硬没有用。走吧，去看看吧。瞧不起谁呢你？刚才过来时好像听到有人喊你。啊，是督军的人。那你还故意不回应？跟督军吵架了？吃蛋糕。不对劲，你情绪起伏是因为督军？真儿，难道你喜欢上督军了？哎，不会。哎，二哥是不是要回来了？是啊，以身一直在外城两个月了，头一次回来。真儿，你要是方便的话，帮以身在督军面前请个职，把他调回苏城。没有督军允许，他们回不来。嗯，等我下次见到督军。好像不用等下次了。
督军，督军，好巧！哎，快去吧！快去吧！催什么催？向我道歉。啊，督军，您来就为了说这个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不是，是我如果不问缘由就道歉的话，那是在敷衍您，所以我想知道您生气的原因，然后诚恳地向您认错。算你识趣，在大街上我叫陈伯生喊你，你跑什么呀？之前您不是冲我发火吗？我怕您把火又撒到我身上。我刚休假，只想痛痛快快的玩，所以就不往您跟前凑了。我道歉。我在你心里这么不讲理吗？我在你心里这么不讲理吗？还有之前您生病了，我应该替老夫人去看望您，我没有去，也是我的不对，我向您道歉。是不是有事求我？那我说了。说吧。我大哥想继续跟我父亲留在前线，宁家得有人守家。我二哥想去警备厅。行，你是我夫人，任何要求都随便你提。还有，我上次在车上对你发火，那是因为我看见你和我。算了，是我不对，我那天发烧重了。走吧，送你回家。那督军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等一下。接下来我会常回老宅。哦。夫人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督军弟弟的生辰，比督军小半个时辰。这些东西都是送给小少爷的。那给督军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往年督军生日这天都在吵架，前年老夫人叫人做了碗长寿面给督军，督军直接把面泼了。如今老夫人自然没有准备礼物了。也就是说，整个府上没人给督军过生日。是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没有亲人给自己过生日，他该有多难受。草妈，你去我屋里拿瓶红酒，我再去买点礼物。是。婵玉，你非要拉我陪你喝酒，今年你都有夫人了。宁真不会来的。宁真，你怎么来了？
督军生日，我买了礼物，给他送过来。这么有钱啊！你坐。宁真，你喝什么酒？我再喝，明天又得肚子疼了。有淡一点的吗？青梅酒就好。我去拿酒。你今天胭脂怎么涂得这么红啊？我气色不太好，怕督军觉得不好看。当然不会，其实你平时不涂的时候已经更好看了。我算了算，你小日子是不是就在这几天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上个月这几天，怎么说呢，看你脸色不太好。暖暖，盖上点儿，别凉着了。督军。二姨太，你不能进去。里面有什么事儿我不能进？夫人正和督军庆生。宁真的生辰吗？二姨太，这是督军的命令。我们先进长玉，今年满25岁，真正的大人物了。往后跺一跺脚，山河震三响。油嘴滑舌。那个，你就别喝酒了，我不喜欢女人喝酒。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毛病啊？我每个月的这几天。你真难伺候，喝个酒还不成了？别人的酒香我尝尝不行吗？这酒这么好喝，那倒给我，我也尝尝呗。这是宁真的酒，督军夫人的酒，你敢喝？你真是个好脾气，换个人这会儿都要被他气哭了。督军挺好的。哎呀，这么晚了，老宅应该没车了吧？是啊，今晚就住这儿吧，这儿有客房，很方便。麻烦督军了。不去吗？去什么去？长月，你到底怎么打算的？其实她当督军夫人挺好的。可她现在是你夫人，也可以做你的女人。她那么漂亮，你真一点想法都没有？不是，你小子天天想着督军夫人漂亮不漂亮，想挨枪子啊？你也就有本事跟我较劲，你白白耽误时间，将来不要后悔啊。我后悔什么呀？后悔自己浪费了时间，现在离婚成了时髦事，宁真留过洋的，哪天诸事既定离婚跑了，你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哎，等等，这满城姑娘就她一个年轻呢。她这样的可不好找，你还不珍惜啊？其实我也珍惜了。反正督军夫人的威望我会一点点把它堆积起来的。你还欠我文家一个大人情。
督军，文太子爷突然上了回去的游轮。他怎么会突然舍得离开苏城？奇怪，他不是一直想要你炸毁游轮的证据吗？我们安插在文太子爷身边的人发来密报，说是他们已经拿到了证据，所以才会匆忙离开。不可能，我的证据所有都放在书房。不对，宁晨刚刚一个人回的客房。回客房会路过书房。阿玉，你别冲动。督军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督军，您可以明示。炸毁游轮的证据，我们已经拿到了。一旦交给北方总统府，隔日便会开战。那些证据，是你交给的。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？为了别的男人背叛我？我们宁家在苏城，我父亲是您的将领，我是您的督军夫人。我就算再糊涂，咱们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我也不可能为了别的男人背叛您。这个时候你想起了你是督军夫人了？督军，我和我父亲绝不可能背叛您，我可以接受盘查，我甚至可以去监牢接受盘查。君夫人进监牢，你把我的体面放地上踩。我本以为你是真心来给我请示，督军，我和我父亲绝对不可能背叛您。这么好的枪法，别浪费了，宁可叫别人流血，也别让自己。我送你枪，不是为了让你把枪对着自己。今天这事儿，我不解心。请督军放心。你来了。确定宁真会留在督军，我才把东西交给文太子。没想到他命这么大，居然还能活着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宁家一直对督军不忠，督军却娶了宁家的女儿。这么多年了，督军从来不碰我，把我当个小猫小狗养着。别难过了，督军迟早会明白你的真心。我一心为了督军，他为了那个宁真居然三番四次丢我的脸面，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吸一口。表哥不愿意碰我们功夫。他不碰我，我有的是地方快活。盛长玉有几个女人，凭什么我不能有几个男人？帮我个忙，给他点颜色。文太子爷的游轮已经离港了，我们的人已经跟上去了。
需要的时候就把它给。不必了，先看北方政府有什么动静吧。还在因为宁真和信文的事心烦吗？怕他喜欢太子爷啊？文太子爷那种小白脸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宁真不会喜欢他的。宁真，他喜欢重器，喜欢庞大的汽车，喜欢长枪。你不会觉得自己就是重器，他最应该喜欢你是不是？那你赶紧把他藏好，别再让那些不相干的人觊觎了。我的督军夫人本就是光芒万丈的明珠，就应该人人仰慕，藏起来做什么？我走了。重器长枪。去哪儿啊宁四小姐？周子辰，拦住我是有何事啊？督军是我亲表哥，我见一见我亲表嫂有什么问题啊？宁四小姐，别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就霸占督军，二姨太进门可比你早十年。你拦我是为了二姨太？你拦我是为了二姨太？你这样的贱人，我教训你需要理由吗？也是，拦路的狗都像你这样狂吠不止，当然不需要理由。你这张嘴可真毒啊，不愧是配盛长玉的女人。我当然配得上她，多谢你的夸奖。听说你宁真傲的在督军府里作威作福，勾得我表哥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，本少爷不服啊。这样，你跟我去喝点酒，什么时候把我喝痛快了，我就放你回家。就凭你们几个人拦得住我？你好像忘了我的背后是宁家。你小子不然啊，老子可不怕你。就不算了，他娘家是宁家，得罪了宁家，宁家的人可护短了。宁家弄得今天就教训他。你敢动手？不止，我还敢开枪，是吗？我的腿，我的腿！下次你要是再敢拦我，我打的就不只是你的腿，而是你的头。你不是回老宅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督军，我可能闯祸了，我不小心打穿了周二少的腿。谁的错？他无缘无故的拦我，还带着一群人欺辱我，似乎是为了二姨太。我太鲁莽了。一点都不鲁莽，要是这点魄力都没有，当什么督军夫人？您真是这么觉得？太好了。听说调戏我夫人，表哥，我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叫老子表哥？督军，我也是受他人教唆，我也不敢啊。谁教唆你的？他，就是他，周二少。你拦下我的时候不是说二姨太吗？怎么现在又变成你朋友了？我怎么还不知道你跟我的二姨太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在督军府多年，我跟他早年就算是朋友，只是看不惯他被夫人欺负。你身上什么味道？
大烟的味道。在老子管辖的地盘，抽大烟！我现在笑一笑，马上崩你脑袋！大爷害了多少人，这是绝对的机会，你不知道。督军，老夫人来了，给我关起来，带走。等一下。给你们一条生路，出去之后跟外面的人说，周子晨的腿是老子打断的。敢说夫人一句不是，等着全家收拾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走。你做得很好。牵着，这样母妈才会觉得我更加重视。你舅舅的血脉，你因为一个女人说伤就伤，你难道要把周家的祖坟都刨了你才能解恨吗？我怎么生了你这种逆子？母妈，你怎么生的我你自己应该最清楚吧。周家有两个儿子，死了个蠢货，不还有一个吗？周家的血脉断不了。是不是宁真指使你的？母妈，我再怎么有本事也指使不了督军啊。周子晨敢抽大烟，我已经着人去查，要他身后还有外寇的影子，等着收尸吧。站住。督军，我不知道你们在聊正事儿，我先回去。凡凡，你和周子晨什么关系？我和周胜只在家宴上见过几次，私下里并无关系。并无关系？他会为了你出头？宁真，你霸占了督军还不够，还要来污蔑我，是想一点活路都不给我留吗？是吗？你跟周子晨什么关系？看着我的眼睛回答。我和周子晨毫无关系，硬要说有关系，我是您的二姨太，那就是他表嫂。你很清楚撒谎的代价。督军，你怎么能不信我呢？等等，你身上什么味道？我新买的进口香水，你要是喜欢我去拿给你。等等，你身上除了香水味还有一股大烟味，你不会是跟周子晨一起抽大烟了吧？大烟。督军明鉴，我明知道苏城明令禁止大烟，又怎么敢碰那种东西？夫人，我平日里脾气是差了一点，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要真的害你啊。你现在这么说，不是要置我于死地吗？况且宁真又怎么会知道大烟的味道？难道他一直在吸大烟？我为什么会这么清楚？大烟真是好东西。不好了，外寇打进来了，我们守不住了。给我娘命，救救
军中竟然用尽手段阻止我萧炎，那人存在一天，我们民族就永远都没有未来。当年我阿爸是禁烟先锋军，我知道大烟什么味道，再正常不过。二姨太，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大烟成瘾性极高，接下来七天你就待在客房里，不准踏出房门半步，如果你不成瘾，我宁真跪下来给你道歉。宁真，你好歹毒。歹毒的不是我，大燕是蛀虫，会啃食我们民族的脊梁。督军进大燕是在救全城的百姓，如果大燕真的那么好，外寇为什么不留着自己享用？二姨太抽大烟，不仅是打督军的脸，更是弃全城的百姓于不顾。我绝不允许苏城再次陷入大烟的泥潭。来人，把二姨太带下去。接下来七天，不准他踏出房门半步。放开我！督军，您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？你做得很好，宁家把你教得。这才是我督军夫人该有的样子。五妈，你最好祈祷周子成跟麦克没有关系，反正我已经派人去找过他，他的大言来自外口，老婆好一点的棺材。你逆子！阿玉，又查出东西了。子辰他不可能吸大烟的，小孩子嘛，犯点错误，教训教训他就得了。你再去跟常玉说说。督军怎么决定，我左右不了。周子辰有没有吸大烟，用证据说。如果母妈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。夫人，我送您回去。您不多来，不熟悉。三姨太，我有什么不妥吗？没有，我就是想看看你，认清楚你，下次要十分的当心。你只看我的皮囊，可认不清我这个人。你的灵魂我也认识，我见过很多像你的女人，贪婪，野心大，却又故作清高，知道美貌好用，拿捏男人很有章程，又若即若离，吊着他的胃口。盛赞了三姨太，我是真没想到，如今你也敢跟我撕破脸了。我以为你会继续躲在你的柔弱之下，黄雀在后。宁真，我不会输给你的，有我在，你和督军不可能吵架。只要我活着，督军就会记得，当年他是怎么被宁周彤羞辱的。哪怕全天下的女人死光了，他也不会爱宁周彤的女儿。督军爱谁？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我宁真从不祈求得到一个男人的爱或爱，且我配得上任何人的爱，更何况我这个仇敌的女儿都能当督军正室，不是更说明了你在他心里毫无分量？只能说明正室夫人毫无价值。我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就得出如此结论？陈叔，我收到了，三姨太，有什么尽管使出来。我们话不投机，恕不奉陪了。你别得意，宁家能不能撑到年后还两说呢。督军，你找我。周子辰招了，他的大烟是从凡凡那拿的。凡凡，他哪来的大烟？不清楚。所以需要你帮我搞清楚。我？他怎么可能告诉我？他现在已经被关起来了，在我面前他说不说真相都是死路一条，而你却不一样。
我明白了。其实当年萧燕不光是你阿爸受伤，我也差点死在外寇手里。去吧，重要去。凡凡，你为什么卖大烟？周子辰都招了，你的大烟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不想死，夫人，求你救我一命。我把上家告诉你，你能不能放我一条生路？这我做不了主。抽大烟，你难道不该死？夫人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你可知你宁家、宁氏族当年萧燕不成，是其他军政府和外寇勾结导致。只要你肯帮我，我就告诉你到底是谁干的。如果你们想杀了我，我就带着这个秘密下地狱。你想我怎么帮你？把这房子给烧了，你就帮我做个见证，让督军相信死在房子里的人是我。夫人，我死了就是死了，永远不可能再出现在督军面前。要是督军非拿着这件事不放，你再告诉督军实情。督军知道了实情，无论是对您还是对我都没有好处啊，夫人。我怎么知道？你告诉我的就是实情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，督军他从来没碰过我，他说我怀孕了。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夫人，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走错了路，才有两个月，我的肚子就撑不住了，督军他会杀了我的。又抽大烟，又怀别人的孩子，难道不应该死？我不想死，我不要死，我好日子还没过够。夫人，夫人，火灾之后你护送我出去，我把所有的证据都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，我全都交给你，只求夫人再给我点钱，跟我在国外生活，可以吗，夫人？我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。我会永远离开这边，到死都不敢再回来。夫人，您就发发慈悲，可怜可怜我吧。夫人，您就做一做好事，您这是救人一命，在菩萨面前有大功，以后会一生平安。我可以帮你做这场戏，但你要提前把东西告诉我，不然等你上了船，我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可以现在告诉你是哪里的政府，你派人送我上船，我就把外寇和中间人的信息全部告诉你，
行，成交。是哪里的军政府？港城的。毕竟他们离外国人近。是个人都会猜测港城，可偏偏不是。真正的幕后之人是文卫民，是北方总统府，他们害我牺牲了大燕，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难道你真的跟文太子爷有一腿？我跟文卫民是同学，我们学来的知识不可能拿来售卖大燕。夫人可真有意思啊，你以为会参与售卖大烟的都是些什么人？是烟枪、局中人、我是周子陈氏，可文伟年更是。四月初，北方总统府游轮在苏城进港时发生爆炸。在苏城还可带这么多人？我来苏城是为了调查真相，但盛长又一直阻碍。是北方政府官员的船。姑爷带人去处理了。我会把外寇和中间人的信息都告诉你，就藏在西街八号别院，从左手第三块地砖。我去把东西取了。如果是真的，今晚你就能坐上开往伦敦的游轮。督军，从地砖下找出来的东西。原来不光是外寇，还有北方总统府的影子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去处理的。在想什么呀？没什么事，督军。那我先去见凡凡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无事，督军。撒谎。有事直说。二姨太她不光抽大烟，她还怀孕了。怀孕了？她怀的还不是您的。我知道她怀的不是我的。您知道？我从来没碰过她。怎么可能？怎么，你不相信？相信，督军说的我都信。我去处理凡凡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吃醋？哎，我真的没有碰过二姨太跟三姨太。督军为什么要跟我解释这些？在嫁给你之前，我就知道你有两房姨太太。因为你是督军夫人。二姨太跟了你十年，三姨太也很喜欢你。我跟你结婚这么久，也没有通过房。督军，你不能人道。你再说一遍。能不能忍受？夫人试一试，不就知道了。督军，正事重要。夫人，那开始吧。从这个门出去，一直往西，会有人接应。出去之后，把烟戒了吧。
找个地方好好生活。夫人，我会记得你的恩情。最后提醒你一句，小心督军，他这个男人没有心，就算你再炙热付出都捂不热的。幸好还藏了一块，那些穷鬼惹不起大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真是无药可救。督军，督军。你真的骗我，他竟然敢骗我！大烟是从北方总统府拿的，你还勾结外寇，在苏城借着督军二姨太的名义到处发展下家，我说的对吗？督军，督军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温卫年害了我，都是北方总统府害了我，督军，我也是受害者呀！你要真是受害者，那文卫年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就该拒绝，不该一错再错。督军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您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情了，我会乖的，我会听话的，督军。你在苏城抽大烟，该死，勾结北方总统府外口，更该死。该死吗？我在你这里体会不到的一切，大家都可以给我。再说那些穷鬼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只要我有好日子过就够了。我他妈当初要是不把你从堂子捞出来，你现在就是你口中所说的穷鬼。除了钱，你给过我爱吗？沈长玉，我诅咒你，我诅咒你一辈子没有人真心实意爱你。大帅死了，老夫人不爱你，徐方都不爱你，我更不爱你，再奢望你真吗？他只爱宁家人，甚至在他心里你都没有那个文卫年来的重要。你好呀，宁四小姐，我是督军府二姨太凡凡。咱们养这个女人十年啊，好好的你杀她干嘛呢？沈长玉，那是我放在北方总统府暗中的妹妹，都靠凡凡咱们才能牵制住月容。她抽大烟，你可以对外说她死了，咱们怎么控制舆论都能想办法，但你不能杀她呀。那月容那边就说她自尽了。自尽？自尽？十年，十年，你一句话啊，一个冲动，你就全给我毁了。你叫我从头再来，盛长玉，你是人吗？你脑子怎么想的？他勾结外寇跟北方总统府，他还算计宁真。那你把你的苦衷告诉宁真啊，他一直以为你爱的是凡凡。没必要。我十年的经营被人毁了，你好歹让他知道你的好啊。十年，你真是个好样的。这样，我教你一个办法。带上一瓶酒，就说是朋友送的，你还没有喝过，邀请他一起喝。告诉宁真，你已经处理了凡凡，你爱的人是他。喝点酒，五成醉装成九成醉，顺利留在他那过夜。老子有这么猥琐吗？猥琐？你管这叫猥琐？
那你想怎么样？啊？你想让宁真过来主动投怀送抱吗？我是什么人呢？我用得着借酒行凶？你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牢记自己是四省大都督香饽饽？你架子端稳了，千万别走下来。废子的光棍，你敢诅咒老子，我他妈一枪给你！这不是诅咒，盛长月，你的苦日子在后面，你等着吧。今天我就不该来。你听我的，你现在就去找宁真，你现在就去找他，好不好？杜君，这是黄酒，您吃点菜，别光喝啊。这黄酒的后劲儿挺大的。宁真，我想和你说点事儿。您说。凡凡还在西大宴，我亲手处置了他。那我是不是对外说没有二姨太了？我在你这里体会不到的一切，大爷都可以给我。你觉得我这么做对吗？杜君，二姨太卖大烟戒不掉烟瘾，您这么做是两全了国法和家法。哎，杜君，实在不行我陪您去散散心，我们去俱乐部打牌怎么样？你陪我散心就是去俱乐部打牌啊？那对别人呢？奢望宁真吧，宁真他只爱宁家人。没事，陪我喝酒就好。这酒好像度数有点高。孤房随便拿的，没看度数，要不再去换一瓶？不用，挺好喝的，继续喝。不是，等会儿，我在你心里酒量这么差吗？没有，杜君酒量可以。杜君，我只是担心您的身体。身体？不是，我身体好得很，上次你就怀疑我不能人道，你这次你又怀疑我身体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杜君，你身体可以。哦，你过来。嗯，跟你说个事儿。嗯，我跟凡凡跟阿杜没有任何男女关系。我知道，杜君，我知道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就是除了你之外，我跟任何女人都没有关系。你真？到，杜君。吓我一跳！你在凡凡的事儿上处理的非常好，杜君，不怪我狠心就行。你知道我不会的。嗯，哎，算了算了，都过去。嗯，喝酒。嗯，喝酒。嗯，杜君，不能再喝了，再喝真要醉了。走，我们去打牌。不要，不要你走。不去吗？我再叫其他人来陪你。不是，等会儿，除了你，我还需要其他人吗？除了你，我还需要其他人吗？
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问。你是不是狐狸精转世啊？你骂我，还是在夸我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觉得你很像小狐狸，你又机灵又狡猾，真的就很像小狐狸，你知道吗？还有，你特别漂亮。你喝醉了，以真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撇开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，只想我呢？只想我呢？我如果是小狐狸精，第一个迷倒督军。现在为什么不试试呢？别人都会讨好我，你也讨好讨好我。我宁真从来不讨好任何人。要不你教教我。那就笑一个吧。实在笑不出来的话，抱抱我。是我们短暂的休息，缠绵细语，胭脂泪飘落巷口中，悠悠听风声，心痛回忆嵌在残月中，相思恨爱深难重逢，沉醉痴人梦。今生已不再寻觅失去的容颜叹息。长月，长月，原来味道这么好。草妈，夫人，我给你煮点馄饨，你吃完就去睡吧。今天的酒劲儿太大了。的确。走。那个，我昨天晚上喝醉酒，有没有闹事啊？您不记得了吗？我怎么下的饭桌我都不记得了。您昨晚虽然喝醉了酒，但睡得很踏实，没有折腾人。那个，我那边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
你抱抱我。不要。讨好讨好。你是不是小胡子？味道这么……这不可能！我昨天晚上有没有说你像小狐狸精啊？没有。那就行。但是你喝醉的时候说过。请你忘记。宁州，岳父，您看一下那封信，凡凡勾结外寇和北方总统府，信上有他的上线。我这就出兵，把这些人全部抓起来，避免打草惊蛇。我们兵分三路，你与我去古城，捣毁北方总统府的窝点，速度一定要快。是，督军。盛长玉他们怎么会知道这里？探子爷，快撤吧！我们的人手还没盛长玉一半。我们留下的证据太多了，如果被他们掌握这些东西，盛长玉就有借口攻打北方。那怎么办？我们留下的东西全部是证据。魏延，曹妈，督军有来消息吗？夫人，这是想督军了吧？要不咱们做个鸡汤给他送过去？不是，我这心里突然好慌。宁真，赶快回趟家，阿爸出事了。什么？阿爸怎么回事？按理说军中这些休沐的时间被打乱是很正常的，但是昨天早上阿爸的副官突然回城，只带了阿爸的换洗衣服回来。那也就是说，昨天阿爸本来是正常休沐，大哥也是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回来。既没有回来也没有音信。母亲怎么说？母亲说阿爸突然接到督军的秘密任务，人不在苏城。我现在就去督军别院。长玉怎么了？凡凡留下的信，督军带着宁氏佐去了湖城，想要一举捣毁北方总统府的基地。文威年害怕留下证据，走的时候扔了颗手雷出来。死的是副官跟一个士兵，但督军情况也不好，他受了重伤，昏迷了一段时间，所以这几天我们都在封锁消息，害怕会出现异动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突然扔手雷，躲不开吗？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在城郊用杀伤性这么大的武器，弄不好他们自己也跑不掉。手雷爆炸前，督军推开了宁氏座，所以才会受伤。怎么还不醒过来？他是睡着了，已经脱离了危险，只是还不能下床。那为什么不去军医院？一开始就没去军医院。封锁军医院呢，只是为了以假乱真，藏得太严了反而不好，要露一点。他为什么要救我阿爸？他不是最厌恶宁家人的吗？事出突然，本能而已。会留下什么隐疾吗？有些损伤也是会留下后遗症的。你怕我落下什么隐疾啊？你怕我落下什么隐疾啊？行了，来，小心。夫人，手雷碎片擦了下心包，凶险归凶险，如果调养得当，并无大碍。放心，我死不了，不会让你当寡妇的。
别哭了，哭的真难看。我哪有哭？在医院这几天躺着无聊，全靠你给我逗了。岳父，岳父怎么样？我阿爸他年纪大了，他拿不下脸面，我下次我夸夸他。督军，该换药了。我想你帮我换。我没有。从小到大，无论生病还是受伤，没有人这么细心的照料过我。谢谢你。我们是夫妻，这是应该的。没事。所以你当时嫁给我，只是因为想救宁家。你怎么了？是啊，我们是夫妻。你该回来了，一堆事儿呢。母妈，督军让我再小住几日，我也不敢忤逆督军。你让他跟我说，督军在开会，我待会儿让他给你回电话。算了，你们俩的事儿我不该插手，你就安心住下吧。家里的事儿我叫阿杜帮衬我料理。好的，母妈，我会尽快回去为您分忧。听夫人的语气，杜君应该没有大碍。他要是真死了，我们就都完了。希望他没有大碍，阿玉应该有个儿子，有个少帅，不管多大年纪，有个名目立在那里。你是想让三姨太生？我当然想阿杜生了，他不像宁真那么刁钻。可应该夫人生，夫人娘家父兄有军队，有威望，他们会帮衬少帅。可是如果那个时候宁真不听话，他是圣夫人，他应该听您的。他要是需要威望，会把孝道挂嘴边。做好准备，等下次督军来老宅，让他们两个圆房。那管事的牌子给夫人吧。宁真，都是你逼我的。最近我在忙除夕的事情，你有什么喜欢吃的菜吗？你之前说要送我蛋糕，一直没送我。蛋糕房已经关门了，要开门的话得正月初六。好，好。其实我会做蛋糕，你愿意吃吗？可以啊。那督军，我最近接手了一些老宅的事情，我可以自己定规矩吗？你是督军夫人，
你的话就是规矩。谢督军，我还有事，那我先走了。宁真，我今年想和你一起回去祭祖。你是怎么说动他的？我真是选了个好儿媳妇儿啊！只可惜呀，阿杜生病了，不然和你一起。好孩子，你也累了，好好休息。督军想吃蛋糕，我去给他做。红嫂她儿子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红嫂她男人管着祠堂，这祠堂啊不让女人进。今天中午，她男人看见有人鬼鬼祟祟的进了祠堂，像是一个女人的身影。什么？她男人啊不放心，就把祠堂里里外外检查了个遍，怕是绢帛出了问题。你现在随我再去祠堂，把祠堂再翻一遍。啊，注意保密，不能走漏任何风声。好，再想办法通知祖母，让她请普玄大师来趟盛家老宅，要快。我马上去办。我第一次做蛋糕，奶油是我自己调的，也是我自己抹的。看出来了，像是儿戏。挺好吃的，要不你尝尝。为什么只有弟弟有生日蛋糕呢？我妈又忘记我了吗？谢谢你，记得我的蛋糕，谢谢你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我尝尝。嗯，太甜了，奶油怎么糖放这么多？甜的发腻。我只吃了蛋糕胚子，没尝奶油。葡萄干也好软啊，还骗我说好吃。啊，不行，我去给我们沏两杯茶去。嗯，我知道初一是你的生日，那我们年夜饭之后，我带你出去逛逛，看看花灯，看看烟火。嗯，我生日你送了我礼物，那你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？那你答应我，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许生气。行。普玄大师说，过年可能有场火，一旦着火，来年子嗣兴旺。他能登门，也是在我的意料之外。这么大火，走，走吧。快去打水灭火！这可怎么办呀？别动，只要不烧到房子，就让它烧。把这个棚子烧了都行。普玄大师可真是灵验，来年子嗣兴旺啊。不好了不好了，老夫人，三姨太自尽了。阿杜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你这傻孩子，别哭别哭啊。这受了这么大的苦，好好养着啊！这越哭越虚。你和玉哥来看我了。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大过年的添堵。这孩子，阿杜还躺着呢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怎么说话了？他自杀不是遇到什么不测？母妈，玉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只是很害怕。
我不仅仅怕自己洗清不了嫌疑，也怕母妈跟着我受气。之前凡凡的衣领里发现了针，夫人非要说她的香笼经过我的院子里，还是我动了手脚。没人翻旧账，除了你自己。玉哥，夫人第一次掌管祠堂就发生了祠堂失火的事情，夫人惯会使坏，我只能以死明志。谁告诉你祠堂失火？我瞧见了火光，我还以为……哦，你瞧见了火光就知道祠堂失火，那你怎么不来现场看看？你不担心我跟母妈的生死吗？分明就是你搞的鬼！你千不该万不该，在祖宗的祠堂做出这种事情啊！哎呀，我对你太失望了，母妈。哎，改口吧，徐小姐。这是1000两银票，我之前答应过你父亲，要好好照顾。这些钱够你花下半辈子，从此之后你不再是我姨太太。玉哥，我出去没办法谋生，石头这么饿，我活不下去的。母妈，母妈，我不能住杜鹃府，我会死的。常玉啊，这阿杜他也是一时糊涂啊。行，那你把你的钱都捐出去，做点善事，反正也不是盛家的姨太太，以后换个称呼。安玉，你不能这么绝情，你难道忘了我父亲对你的恩情了吗？母妈，母妈！哎呀，母妈！阿杜派人在祠堂做了手脚，老夫人揭穿了的。难道阿杜出院回来，你们谁也别让他出门？杜鹃呢？他先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了何处。偌大家业，到了年节他却无处可去。母妈，你们守岁，我去找找杜鹃。真儿。母妈，过年啊就是要热闹起来才兴旺，家里戏台子都搭好了，也请了万老板来唱堂会，咱们呀乐起来。你说的对。老夫人，杜鹃让我接了夫人出去赏烟花，过年诸事就由老夫人多费心了。杜鹃在哪里看烟花？杜鹃吩咐属下送您回娘家过生日，过完初六再回去，一切都有她兜着。杜鹃不看烟花了。谁都敢冒充的，把面具给我摘了。不是答应我要陪我去看烟花吗？哎呀，忘带外套了。啊，少爷了。
什么？生日快乐，长月，新年安康。你能够它降落，让它能漂流在你。 夫人，现在是开心了。徐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你把这钱捐出去，用老夫人的名义做善事吧。徐小姐把这个钱直接交给老夫人便好。你已经不是督军府的姨太太了，你做任何决定都与我无关。 宁振，你不知道外面的人是怎么说你的？说你进门才一年，督军那么受宠的两个姨太太，一个已经死了，一个被驱，放肆！什么时候轮到你直呼督军夫人的名字？说，督军夫人如今年轻，督军愿意捧着，天长地久，极度诚信，不仅仅会伤及她自身。 恐怕他娘家也会有灭顶之灾。宁振，再让他待在这儿，可是个不安定的因素。我不想督军和老夫人的矛盾升级，他呀是老夫人的心头肉，待着就待着吧，应该也掀不起太大风浪。现在督军也放下了对你和对宁家的芥蒂，二嫂，我才22岁。 我的人生经验都来自于求学，这里3年，那里3年，读书苦，用心才能出成绩。我想，经营一段感情，应该不会比读书更难了吧？真儿，婚姻不是经营，感情要说出来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 马上给我，太子爷。宁真，好巧啊，又遇见。上次你差点害死了我阿爸和我丈夫，这次还敢和我说好巧。以前我们约会的时候，经常是你开车。宁真，其实我是温良。 新闻的又回来了，行啊！上次差点杀了老子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他交代在这儿。哼！你先别急，你先坐下，坐下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先坐下，坐下。新闻的，他劫持了宁振。宁振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 宁振已经死在了当年的大火里。如果我说死的是文卫年，活着的是我文良宇呢？宁振，我还活着。还你文卫年的良宇，老子现在也可以让你死。 那你试试。偏偏我越抱越紧，偏偏我越来越操心，偏偏要爱到蓝天穿了心。 在撕心，左手掌握你心，右手掌握着痴心。
世界尽头一般心境，刻骨铭心这苦心，可不可以不甘心，可不可以不认命，如果可以那我还给你。腿怎么样了？有点疼，但是都是小伤，没有大碍的。我看看。不看了吧。裙子撩起来，我看看。夫人怎么样了？啊，杜鹃，都是外伤，没有伤到筋骨，不打紧。这么多血，不打紧？那等会儿换药还可以打一支止疼针。打什么针？也可以不打。到底怎么样啊？你医院没有章程吗？督军，伤口只要不化脓就没有大碍，不碍事的。对对对，夫人这话说得很正确。夫人说的诊断，你是军医还是他是军医啊？他能帮我上下车，看上去没生气啊，怎么脾气又这么大？上药啊！哦，医院的人说你大发雷霆，怎么了？展开说说。我哪有发脾气？那你真的腿怎么样了？小伤。文卫年那边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北边那几个内线告诉我们，他要找的是什么了。我们已经把他销毁了。这次呢，姓文的又要空跑一趟了。怎么又不高兴了？我总觉得宁真的还是放不下文家兄弟。这段时间宁真做督军夫人做得有多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就是我感觉他就是只是想做好督军夫人，仅此而已，而不是对我，不是那种，你能懂我意思吗？哦，你是觉得他爱的不是你这个人？我听管事的说，督军抱着你去了军医院，你怎么了？不是母妈，是我腿受了点伤，没有大碍，只是这天气炎热，容易肿胀。督军怕我走路加重了，就抱我上车了。我认识一个厉害的医婆，叫她开个秘方给你，按时吃药，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怀上。是药三分毒，我还年轻，再等等吧。你还年轻，督军可不年轻了。你不好好吃药，要不找个能生养的女人。总之你是正妻，子嗣的事儿你得上心。老夫人，北方总统府的大公子来找夫人，还带了一束玫瑰花。岂有此理！母妈，我去处理。你下去吧。你什么意思？前几日你拿枪指着我，今天又有什么阴谋？宁晨，那天我便说过，我是梁宇，之前是情急所致。当年的火灾我可以解释，我必须以大哥的身份才能活下去。够了，到底是文卫年还是文良宇，我根本不关心。从你骗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文良宇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。难道你忘了我们在伦敦的一切，忘了我跟你求过婚？我现在是督军夫人。你为什么嫁给盛长宇，你心知肚明，你根本就不爱他。谁说我不爱他？难道你想在这盛家大院待一辈子？难道女人一辈子只能谈一次恋爱，结一次婚吗？你真这么想？当然，毕竟我喜欢过的文良宇可不是你这样，或者说文良宇他根本就不存在。你今天故意带着玫瑰过来，也是你阴谋的一部分。太子爷，我苏城不欢迎你，带着你的阴谋滚回你北方总统府。宁真，你要是后悔了随时来找。
媚年，你找死！我告诉你，他不会后悔，也不会去找你。督军，宁真，我等你离婚。离什么婚？和谁离？你有病啊！他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他怕宁家成为督军府最利的那把刀，他怕北方总统府战败。真是这样？不然呢？那天文卫民为什么会在？你不信任我？我应该信你吗？我们是夫妻，我们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？魏年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你身边，你毫无反思。我反思？你最好清楚你在说什么，不要像上次一样又来给我道歉。行，你真行。夫人，怎么吵成这样啊？我受伤，他只会发脾气，他关心过我吗？文卫年陷害我，他信任过我吗？夫人，您看，督军又认识了一个七七。新人来得好快。夫人，这只是个歌星，不妨事的。他喜欢这种的吧，毕竟他那么爱面子的男人，自然要非常会迎合的女人才能哄得他高兴。别人都会讨好我，你也讨好我。所以之前那些年凡凡才那么的受宠。夫人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七七的事情我也看到了，左右你现在肚子也没个动静，不妨让七七进门做个妾室。您之前因为凡凡从堂子里出来不喜欢他，现在这个七七和凡凡又有什么区别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了什么蠢话？我的确蠢，母妈您教导我。你要翻天啊，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婆婆，还有没有尊卑？我的确做不了这个督军夫人了，过完年我要离婚。您手上人选那么多，给他挑个好的，最好是既能膈应督军又能受您掌控的。我怎么如此不冷静？母妈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老夫人别生气了。小妹，你快回来一趟，你哥哥在俱乐部被督军打了。什么？他为什么打你啊？你跟宁真吵架心情不好，也不该对宁以身动手。这像是能讲理的人吗？他算轻的了。他是宁真的兄长。你是我哥呀。可你打了他，你这不等于打宁真的脸吗？还替他说话？他就从来没信任过咱们家。去年还要牢记把杜鹃夫人立起来，今年倒好，自己踩的，越活越回去了。还有七七是咱们暗线的事情，你也不跟他讲，那你还想再经历一次凡凡这样的事情吗？你要是没正经事就给我滚出去。你别把自己活成孤家寡人了，盛长玉。哦对了，你明天要去视察驻地，要离开一段时间，你俩互相冷静冷静吧。我们什么时候对宁真动手？当然是越快越好，趁着督军外出视察，我们直接做好安排。我有了孩子，你会娶我吗？我当然会娶你，除掉宁真，其实我可以浑水摸鱼，把你接出去，仔细养胎。孩子出生以后，送出国的。短短时间，老夫人的嘴脸全变了，面目全非。我前面十几
好像白虎，从来不了解盛家女子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亲眼所见的。徐芳豆她已经不是督军府三姨太了，她现在跟谁在一起与督军府无关。但是他们想杀你啊。你剁了姚安之。哎，你去剁了他，你被枪毙，我替你养老婆孩子。很好，放心吧啊。你真会说话呀，小妹。你是想请君服？哎，你知道祥云寨吗？就在苏城外50里的地方。当年我听说盛长玉攻打祥云寨，还被他打下来了。望月山的地形确实凶险，但是被攻打下来之后就没有土匪再扎寨了。但是这个点子确实好，我们把这个鱼饵撒出去，想杀你的人一定会上钩。风险会不会太大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在城里他都敢盯梢我，我宁真不除掉他，我枉为人。你投错胎了吧？你应该是阿爸第四个儿子。但是姚安池的父亲毕竟是盛长玉手下的得力干将，姚安池要是被关起来，说不定就死不了了。下手要快，趁着督军外出，先下手为强，免得他回来之后再生波折。督军有分寸。就这叫有分寸？哎，你上次为什么跟他打架？是挨打。哼，还能不能行了啊？还说不说正事了？五妈，我二哥三哥最近无聊，想上山打猎，我也想凑凑热闹。这么热的天儿，出去打猎？晚上去，早上也打一会儿，就2天时间。去哪里呀？望月山。我等你，一路走好。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宁真兄妹他们下午出发，连夜进了望月山。他们进望月山干嘛？据我所知，姚家想要对付宁真。召集所有人，马上。督军，部队集合完毕，全体准备出发。是。现在雾这么大，宁真他们不会连夜行动了。好，宁真，快给我出来！宁真，分头找。是。你们家人越来越多。哥，我们分开行动，分散火力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发现尸体了，胸口中枪。是。姚家人，继续找。宁真，你跑不掉的。哪儿跑？浮云的细气飘得太远，千万种表达在鸣沙中搁浅，
沧海桑田一眼，弄死楼花的魂牵，忽而又淡如情。传我令，姚安池叛乱，为我就地正法，撤！偏偏身前未出，片刻团圆。也许如果十年不沾染生离死别，不配当青春之恋。没事了。现在还差一步。什么？开枪！不要！不要！只能向谁去借近时同生的一句相伴，四月安稳又在梦里泛起花蕾。督军，你今年不太顺呐、啊、你看这才多久就中了两次枪了，想你以往那些年时常打仗也才受过两次伤嘛。时运而已，不碍事。那常玉这边就麻烦你照顾了。常玉，姚安池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。嗯，多谢伯生。走吧。宁真，你当时用枪指着我是想杀我吗？我是。那你当时在想什么？我在想自己会不会今天就死在这儿。宁晨，满山的人，我还能不能见到我阿爸，见到我母妈，见到我哥哥，还能不能见到你，然后就见到你了。但是我好害怕叛逆是来杀我的。对不起，我应该不信任你。我是不是在你心里是个很糟糕的人？糟糕的是我，是我不好。好了，我不应该，不、啊、我不应该气你的。那你现在气消了吗？我都挨了一枪了，你还生什么气啊？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刘家怎么还没派人过来督军府呢？督军府也没消息传出来。玉哥，玉哥，你怎么会突然来这儿？当初跟你一票，你就应该离开苏城，过好你的日子。那咱们的情分也不算断得太干净。千不该万不该，又对宁真动手。是宁真，是他
不让我好过的。玉哥，你会杀了我吗？当年你爹是因为救我而死，我答应过他会护你周全。不过这个情分上次已经用光了，这次勾结姚家谋害督军夫人，所有证据我都会提交给法庭。长月，我阿爸明天休沐，想邀请你去家里吃个便饭。行，是吃午饭还是晚饭？午饭。那明日我去老宅接你。好。五妈，姚安池是姚师座唯一的嫡子，这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你再怎么也不应该杀姚安池啊，你让军中的老将怎么想？他先开的枪，我不该杀他吗？你卖给姚家一个人情，姚家父子会更加忠诚于你。忠诚凌驾于我威严之上，谈什么忠诚？你阿爸留下的那些老人有几个是真心待你的？你做少帅的时候很清楚，他们都不喜欢你，难得姚家待你全心全意，既然姚安池已经死了，姚家还得笼络呀。这样，我出面带你安抚姚家，你意下如何？父母啊，你打算怎么安抚？姚家的庶女接到我身边待半年，给你做姨太太，生个一男半女的，你跟姚家的关系就斩不断了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恩怨，盛长玉这辈子只有一个妻子，他就是这。长玉，我今天中午要去岳父家吃饭，晚上住在宁家。明天家里有什么事，我妈多担待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手这么凉，怎么不多穿些？母妈说的话，我一句也不爱听。你没说完就忍着。备了些什么？糯米，上次回家母妈说盛家庄子种的糯米好吃，叫我带点回去。我也准备了些礼物。不用备礼物的。第一次去岳父家吃饭不准备礼物，别人会说我不懂事的。方才和母妈说话很生气吧？没事。母妈是不是很担心你跟姚家闹僵啊？没事，我随后就到。花空去。督军。长玉，这是我的家人。你们好，我是长玉。长玉，快里边请。哎，督军请。岳父您坐。督军请。您请。哎，
这不合适。容易坐。阿爸也坐。长月，既然今天你回家来了，要不晚上就和真儿在家里住下吧。好啊。那我去看看饭做的怎么样了，你们先聊着。暖暖，给我帮帮忙。啊？怎么了？不去。你们先聊着。督军，最近我听说姚家的事。爸，姚安池是我杀的。他对你杀心那么重，你要是狠不下这个心，就是纵容。你做得对，还怕吗？不怕，有常玉在。常玉，徐放度之前说，只要他在一天，你就永远不会忘记你对宁家的仇恨，是这样吗？不完全是。不过我放不下的是西宾的事。西宾，当年我15岁，岳父带兵7000人攻打西北，在夜里扎营，距离西宾只有50里。我年少无知，立功心切，擅自偷袭，没想到偷袭没成功，反倒把自己陷在了敌营之中。岳父收到了增援信号之后，并没有出兵增援，只有我逃出来了，但是我带去的57人为我而亡，其中就有徐方度的父亲。你是怪我没有增援你？我只想问一句，如果您当时增援，能否打下西？当然不能，增援无济于事，只会赔上更多的性命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你没有把我的性命看得比旁人更重要，这是你的光明磊落。我不该迁怒于你，是我不对。真儿，你告诉母妈，你是真的喜欢他吗？他对你好吗？他对我很好，母妈。母妈就放心了，只要是你的选择，母妈都支持你。长月，其实我特别明白你当时的处境。人在很绝望的时候，总是会期待别人的救援。我还怕他做事太刻板了。其实很多年以后，我一直在想，你阿爸是不是真的想除掉我？不过后面我发现，他与周家、与我弟弟都毫无来往，所以我信他。那，督军对我阿爸的记恨是感情上的，是怎么想明白的？因为他把你交给了我。谁害怕心痛否认？明日我让副官收拾一下行李送到你院子里去。啊，不能总是你迁就我呀，那是你住习惯了，先到你熟悉的地方。你还挺体贴的。后面你会慢慢发现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干嘛？你又要打我？这是我家。你家？程玉，我哥。上次不好意思。什么？喝点。
快去啊。宁真，你渴望我吗？听说你喜欢会玩枪的人，喜重器，爱长枪。你可记得我第一次见你？记得，官道柳树旁，车窗上惊鸿一瞥。